间过得好快呀，我们又打谷子了，好像就才插秧没有好久的哦，谷子就可以打了。我们本来是想喊那个机械进来打的，因为我们的打谷机坏掉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路太窄了，别人开不进来，所以只能用人工。你看，最传统的方式来打谷子。今天先割这么多吧，因为我们这个机器，我们这个方法就是太慢了，慢慢来吧，我们也不着急，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去买打谷机了。我白天努力玩打爸爸，我也来，爸爸你怎么样？今天天也快黑了，回家做晚饭了，明天继续来打谷子。回家。两分钟。